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亩田，我们坐落在于民间乡的浊水车站旁边。那我们主要贩售的就是豆花、嫩鲜草，还有烘焙的东西。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外观，我们的外观呢是由老旧的仓库去改建而成。其实以前的旧仓库都只有差不多矮一点点，没有那么高。然后之后我们就加强了钢构的部分，再用红砖砌上去。那带大家看里面吧，这里是我们的内用区域。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红砖，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改建的时候没有完全打除留下来的。那这里是我们的内用空间，同时我们也是宠物友善哦。然后我们另外也有二楼的空间，那二楼的话我们是提供给一些包场的活动，类似像我们之前有开放给花艺课程在楼上做上课。那另外的话，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中央厨房的部分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中央厨房，我们这会在这边备料，然后做一些烘焙的产品，其实就是很透明的，可以让顾客看到我们在作业流程。那也就代表说，其实我们对我们出产的食品都是非常有信心的。花豆、地瓜，要加冰吗？还有，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配料区。那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有提供哪些配料。那其实除了传统的配料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结合在地的农产品开发一些新的配料，像是我们采用民间的松林红茶来做红茶冻，那还有我们的手工汤圆，那它是纯糯米研磨的汤圆。那在红色的部分，我们是利用火龙果，因为民间乡产火龙果嘛，利用火龙果的颜色去把它染成淡淡的粉红色。那还有我们隔壁乡镇的蜜地瓜，出产来自于竹山的，那也是非常好吃，非常好食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坐落在于浊水火车站的左边，那这边的话离我们的国三交流道也很近，那欢迎大家假日或者是平常时间也可以来浊水火车站那边走走，然后来吃我们的豆花。那假日还有烘焙的部分，有烤布丁，有肉桂卷，有盐可颂，有司康，都很好吃哦。那推荐大家来，有民间的话可以过来走走。